高温油炸，锁住螃蟹肉汁，再用蒜头、干辣椒爆香，顿时香气四溢。接着再把螃蟹加入拌炒，云指无穷的避风塘炒蟹，色香味俱全。还有麻油斯里兰卡蟹是主厨的创意料理，改良了中式的麻油松板猪，暖胃也暖心。改良的我们那个台式那个麻油松板猪嘛，我们也有杏鲍菇啊、松板猪，像那个老姜啊之类的下去，那个很补了，那冬天吃这个刚刚好。另外，主厨还将斯里兰卡蟹入粥，熬到绵烂的粥底，配上让人满足的蟹肉，堪称一绝。还有新加坡辣蟹，四种料理手法提供给客人自由搭配两种。活动一推出，询问度就非常高。因为秋天的话，螃蟹本身就比较肥满，然后比较丰腴一点。那我们这次特选是斯里兰卡蟹。那斯里兰卡蟹它的特点就是它每只几乎都重达26两，所以它的体积本来就比较庞大。然后它是主要是吃蟹肉，所以喜欢品尝螃蟹比较细致蟹肉的朋友，可以把握这一次的机会。斯里兰卡蟹俗称沙公，肉质饱满结实，口感鲜甜，富有弹性。因为肉身耐煮，不易散开，所以适合各种料理技法。初秋时节成了饭店抢客的秘密武器。开播新竹陈洛怡、洪蔡文琪采访报道。